dry. Do you know I'm looking? And I can't help but smile. Do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? You put my favorite song on. Ray TV.大家今天过得吗？我是 Ray， 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泰国的桂河大桥。桂河是国字不同意的，每次爆炸，日本就破，战国重建一个新的。第一次，那日本就用亚洲工人建造。超过200,000工人，他们很可怜。为什么可怜呢？因为50% 失掉，然后50% 失掉，然后日本西兵。后你拍照在中间，火车来，大家定要搬，那站在旁边不是，在中间等火车拍照。这个行程呢是 KKday 的一个一日游的行程，那这是其中的桂河大桥的一个景点而已。然后呢，这其中导游啊，他全程都会以中文的服务给大家，因为你在 KKday 或 Klook 上找的话呢，很多的行程呢就只有英文导游而已。所以呢，如果跟我一样英文不是很好的话呢，去听英文介绍的话，好像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推荐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些有中文导游的行程。导游在一开始会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历史啊，跟一些要注意的事项之后呢，就会让带你自由活动去走一圈。那中间这边铁路的话呢，要有这个时间上的限制，那基本上导游都帮你分配好了。比如说像我们一样走到一半的话呢，他刚好火车就来了，就可以停下来在中间拍照。那这边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哦，就火车经过你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到旁边的比较空的地方呢去站着，不然你会被火车撞到哦。火车啊，虽然行进的速度蛮缓慢的，那当然这也是为了安全上的考量啦，但是还是必须特别大家注意一下，因为我后来有发现有些游客啊比较没有那么注意安全，所以还是蛮危险的。那基本上呢，你只要距它有点距离的话呢就可以咯。
We were golden, turning blue. I thought you could see it too. Through our hands it slipped away. We were never here to stay. We were so wild and free. We were just kids in love. I gave you the best of me, and all I was asking of you was to never break it. Believer. Sometimes I can feel her.
forever。